用户最怕操作太过于复杂的效果器，而 Amplify 将操作图形化，让玩家能更高效地调节音色，从而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演奏中。这样的体验我给满分呀。FX100 通过不同的接口来兼容不同的外扩设备，比如这个接口接耳机，比如这个 Mayout 接的是调音台、全屏音箱或声卡，而 AmpOut 是不带箱体模拟的输出，可用于连接吉他音箱的 Input 或者是 FX Return， 但不细分成不同的模式，请自行调整 EQ 来平衡听感。 FX100 本身也具备声卡的功能，可以通过 USB 接口连接电脑进行声音播放或录音。FX100 使用的是 X3 系列的音色平台，这个平台音色非常丰富而且很成熟。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几个经典的音箱模拟音色吧。这套音色系统的确非常成熟，音色像模像样，动态也还可以。不过高增益音箱的模拟虽然模拟出了电子管的弹性和温暖，但音色还是有较明显的数码味的。天方夜谭，人家百万的设备加千万的录音师出来的作品就被你1999的效果器给模拟了，画块拨片音色都可能不一样了。你见过哪一个大师的现场音色还和 CD 里是一模一样的？千万不要较真，音色大致对就行了，自己感觉舒服最重要，非要照着原版调自寻烦恼，头发掉得早，就像我一样。作为一台设计如此用心的效果器，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致命的缺点。不过用平板和手机来操作的确很直观，那就是没有什么手感哈。遇到那些小按钮点击起来其实非常困难，有时反而很影响体验的呀。其实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噱头，但真正品尝过后发现新酒也是有好酒的。FX100 的操作体验还是非常非常好的，而且呢，处处能发现一些考虑非常周到的地方。比如这些可免费下载的高品质的 Dream Tracks。右边还提供了许多与伴奏配套的音色。音频流也会同时通过蓝牙传到机器上，这样你就可以和着音乐一起尖起来啦。
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这首《甜心我的伴奏》及最原版的曲谱，请加麦克作为好友哦。